拜父父母而两只。他有教兵吗？还是有教一波？有教一波的。但是那种骑兵，他打小兵，他可能会很贱。稍微怕他，掉了很快。也自学。嗯，现在先学武装。我也是武装。他们就那个，可以举办那个示范，给你们看，让他们上去。玩法很熟，站着虽然后期有点跑步，但是你真的没有考虑到。跟去追砸了，不是去打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换个快递，他没有动作。哦。所以他们打针针，不过他第一个炸死。靠背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快。所以他就在笑。You know what?